我是地球上面的小生物，我是黄龄，我是 Yellow Zero， 就是声音，一开始就是被声音所吸引，觉得哎，这样的演唱方式，这样音色的处理就很一下子就记住了，包括最早一定是甩葱歌吧，就是怎么那么好玩，像不理解歌词也可以很有共鸣，就去唱。但之后就知道有初音这样的一个人物是非常可爱漂亮，然后非常的创新，就很想跟他合作。歌词的灵感就是在飞机上嘛，原来是友情老师写，然后老师写了一本很厉害的，就觉得哎呀，好厉害，语言表达很丰富，但是好像不是那么符合我想要传达的，就会觉得我是一个蛮简单的人，就想说写一些简单易容易被记住的歌词嘛。我很喜欢吃东西，喜欢吃酸的东西，我就把它写进去。第一次合作让我觉得，这就是应该跟初音合作的，就每一个人的一个状态，就是玩耍，然后没有工作的感觉。他也很，就给我很多发挥的空间。他也非常脑洞开的一个老师，就是整个过程很开心。我就要吃好喝好睡好，对自己好，没有什么比开心重要，没什么大不了，没什么好计较，人类总是习惯自寻烦恼，自信才最重要，地球多么奇妙，远一点放一点都很好，没什么大不了，没什么好计较，吵吵闹闹也是生活作料，不要害怕自由，不要担心摔倒，擦干泪笑一笑，跨过去继续飙。没什么大不了，没什么好计较。